客户新购的包子机试机中啊，咱去看看。捡包子就完事儿，好，没别的事儿。老板呢？怎么样？完了。怎么样，效果老板？喂，效果怎么样？棒极了！就是说，你看，你有一个，哎，有一个在这看着，就这样剪就完事儿，就跟玩儿一样哟，其实这包子放八个刚好，放十个吧。蒸开了正好没缝里面。不急不慌的，我试试。其实现在这个速度是正好，差不多。一个人就操作了。对，哎，对，这容器不动，就一个人拿着放着。十斤面也突破了多少啊？你先来吧。啊？出不去啊，对，出不去啊，第二次合面的时候你把一扔你就扔进去了，馅儿膨胀了吧，放点吧，清不出来，清的出来，这个剪包子这个就快的速度快的，还有龙筋吗？是，就剩这几个，龙筋少吧，捏一下就完事了，三十克的小笼包，没了，没面了。还煮鸡蛋呢，下边先收。因为那个热气都是往上走的。煮东西下边先收，是吧？对，煮东西先热水啊。水到沸腾的时候，从下面往上。对。蒸东西上边先。对。喝，蒸包。先开饭吃了啊。看着是挺棒，哎，来尝尝，不要钱，尝尝。哎，挺好看啊，拿吃，来，拿吃，尝尝。都是好馅儿，好肉，好馅儿，好面。尝尝味道。下手尝一尝。我这看着挑，这是绝对拿机器包的，人工包不了。人工包不了，它这人工包不了那么漂亮。味儿行不？怎么样，这口感？很好。不，吃薄馅大，这是发面的，一个肉丸，还有汤，真不错啊！我跟你说，不用放面粉，味儿真好。